啥你也不要想得了我。别别别。我可以帮他抓。但是我不能去上，我去上我就游不了了，还是要游走。他第一次下课都是我，他也掉了100多滴血啊，差不多的。他怎么扛了6发小兵的伤害？等山里再说，山里可以跟他玩一下。我就会戳他一下，反正戳不到就算了，能戳到的话就戳他。就 OK， 我给孩子不跟他打，没结果。就 OK，W 不要，带他一下，一起来走吧，走到 W。应该死不掉。他没 Q 了，他死了吧？冷淡，这样穿来穿去把自己给穿死了，我是没想到。还得练，倒霉，还得练。W 不能这样放的。留，还可以吧？对，我感觉我能弄他呀，没 W 的，带走，刚才也没用了。他这一波击飞，他必定要吃我的 E 的，知道吧？只要瞄准他没 W， 直接给他越了，果断一点，不要犹豫。纯对线打爆刀妹，一区大死局还可以。学了这一把，我觉得你们打个刀妹也没什么问题了。至于他的被动啊，他那被动 Q 起来就不要跟他打了，别跟他抓到。他敢 E 上了，但这一波我就来不了了。Profit， 你们推。我还有个果实的，我还有个蟹吗，兄弟啊？这个蟹现在吃不了，吃不了。原来就不用挂了，他没闪现吗？反正这个 E 就把他撑前 E， 因为他这一波他没有闪现，他没有他不用往他身后 E， 他跑不掉。完大圣前一，他如果 Q 小兵就直接被我们踩到了，知道吧？他不 Q 小兵，他只能死，他也没有闪现。你就掌握了这些信息，你就很好打他，没什么问题的。按照自己的想法来，不做。鲁登九分的鲁登，哈，还行啊，约德人是吗？约德人死亡是没有尸体的，给我咬掉了。OK， 三层，很爽。下午茶吗？这叫。还在吃。
刀妹现场捡了个头还值300块吗？我觉得他谁来帮砍呢？谁死？看他们会不会来人？螳螂的这个灵性阵还没贴。OK OK。来啊，还差一个卡米尔的，不用怕，别再怼上去，兄弟，他们中单再也没用。有一些缺蓝啊，我已经22了，这个蓝我能，我得吃。我的不是，我觉得这 AD 好恶心啊，还可以了，就23层。这一波没人来守塔吗？好了，他守不住。W 很厉害，在 W 的时候不要 A， 哎他没用。熊大。真的敢锁吗？大路一开，螳螂会来吗？你觉得？哼，耍小聪明看呢，等我出来，走。就是1000块，送了2000块。这卡米尔，和我对队的下场看呢，电我没用啊。哎呀，他们来了就走。大鲨鱼，便宜吧，一起来，大进攻，别急，哎 ，WQ， 他是漏，啊，鲁顿好给力啊，兄弟啊，来卡米尔。那个鱼没中没关系，飞过去勾引他一下，一起来，他上了。
我木木这个被动挺狠，把药就不买了吧，两个药七百五。死了，死！我操，差一点伤害嘛！我觉得不太行，一个鱼没咬死，没看剩多少血，我估计剩一个血，因为他不是满血。太可惜了，兄弟。